因为我也没有去念艺术，然后我也没有去念，就是专业的正规的艺术教育，所以我对当一个艺术家没有什么观念，就像是可能像是一个达人这样子。因为那时候就是做表演、做灯光啊、做表演，所以你那时候就是跟那个梦想社区。其实梦想社区是我第一次驻村的地方，就也是大学还没有毕业，我就去那边住3个月。我觉得创作者是很需要一个的自由的舞台啊，那种被确定的感觉是很重要，不然你很容易都会不知道自己的那个价值在哪里。现在是会想要把它再拉回来到跟我自己比较有关系的东西，所以我现在在做一些就是摄影的作品，可是跟山坡有连接，就是像但我就是我觉得有太多东西要玩了，所以我都是一直在用一种不是很专业的方式在维持这些东西。所以对啊，当然最大的东西是自己的热忱嘛。我觉得就是要有这些新的 approach，让你去维持你的热情，维持你的新的探索是很重要的。